好啊，我感觉啊，这东西也不会掉出来，三哥。不是你出去，就是你平常削苹，你不是应该单手挂？<笑><笑>我希望解放我的双手，去感受一下，拥抱一下大自然。哈哈哈哈哈！你没有想到，我没想到赢了，竟然是惩罚。对，嗯，其实就是这样的，你到一个新的地方，能背锅其实是件好事，这么有价值。那不是，是因为你说明你承担的比别人多，所以就吃亏就是占便宜，你知道吗？所以大家都会觉得说，哎呀，他吃了好多亏，所以最后有便宜的时候会愿意让你平衡一下，而给你。但那个便宜有的时候往往对你来说就是决定性的。所以背个锅吃不了多大的亏，但有可能会占到大便宜。对，所以你我跟你讲就是。 就是生活当中就是要吃亏，嗯，有什么亏就使劲吃，因为便宜在后面，对吧？所以你看，像咱们就不做什么别的事儿，有什么事儿他去。你这劲儿大呀！团长你好。哎，Hello， 团长，昨天我们有听他们说这个游艇上面，一个发动机可以达到60码左右。 陈瑶，你太客气了，这个叫游艇啊。<笑>这个就是咱们即将登上的小船。对，就是。没有，这是私人小游艇。这东西叫小飞，就是你这原来那个走私会把这种发动机摆8个，搁到一个，那得多苦。所以他就上面可以弄好多辆走私车，然后就在那个走私的那个航道上跑，然后你集丝船追不上它。 就像这样的船吧，其实颠簸的会很厉害，但是吃亏呢是年轻人的专利，所以你来这。爱奇艺悦享品质。